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所以，真正的修心不是追求外相，是修你的内心。你内心得到了，你外向一定得到；你的内心得不到。 宽容、包容，得不到幸福，你的外向一定是凶狠、冷漠啊！所以很多人比较冷漠，实际上他内心因为没有啊想通，所以他没有守相戒。你们知道相都有戒的，对不对啊？看见不应该看的事情，你不能。 脸上表示出特别兴趣，对不对啊？一些不好的东西，你看了之后，脸色表现出那种喜悦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守戒的人要明白，啊，心不为相动，啊，心不为戒动，就是守戒了。 都没感觉自己在守戒，就像你们开车在红灯面前，你停下来，你谁会觉得我在守戒？你看红灯，居然我停下来，我不走了，你试试看呢？你走走看呢？啊，所以我们非念即念修，什么意思啊？ 你没有念头，啊，你的念头才会真正的修，啊，非念，啊，就是非常的非念，积就是积极的积念修，也就是说，你没有念头，你才能积极的在修啊，你有念头，你怎么修你的念头啊？啊，所以非心戒。 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一边有念头，一边想修，那你并不是在心中受戒，所以不是正道。正道就是让你们放下、看破，啊，无牵无挂，啊，无挂碍，心无挂碍。那么心不在相，就是没有心相。 所以人家说，这个人有没有心相？真心真正的啊，修心的人是心无挂碍。我没有一个心来用这个心来修，而有些人说，我要用一个虔诚的心来修我这颗心。实际上，你这个虔诚。 就是因为你不虔诚，所以你才想用自己一颗虔诚的心来修这个心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啊，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很虔诚了，你说我要用这颗非常虔诚的心来修吗？对不对呀、啊？你说你今天是个好人，你用不着对别人表达我是个好人，你就是个好人。 你用不着走到人家人群当中，各位好人来了，记住了，一个人善和道德它都有标准的。什么叫善？没有自己对别人的恶意、贪心，这个才叫善。你今天贪不贪啊？贪了之后你会善吗？你今天对别人恶了？ 很恨别人了、啊，你这个人叫善人吗？在过去人家说假善人，就这么善出来的啊。那么什么叫功德啊？啊，你道德有没有标准呢、啊？你跟人家争，跟人家闹，跟人家吵，你这个人有道德吗？没有德呀。所以人家说没有德这个字，没有不就是叫欠缺吗？那么缺。 德就这么来的呀？人家为什么你这个人缺德啊？因为你没有道德啊，你缺家具，缺家具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缺少道德，啊，那么缺德就这么来的。所以要舍心修行，也就是说，当你修行的时候，你要很自然的，不要觉得我在修心。 你已经在修心，你们已经是个好孩子了，你们已经会念经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人家我是修心人啊？你已经在做善事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告诉别人我是个善良人呢、啊？这就是我们说学佛应该在守戒当中啊，所以一个人。 讲到底，守也是不容易；想守戒，想舍都是不容易。舍是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这样东西你自己应该拥有的，你就不肯拿出来；因为你现在身上有一个不好的毛病，你不肯舍去，你就会拥有这个毛病。你今天习惯喜欢讲人家不好。 你不肯舍去，你这个人天天讲人家不好，最后就是一个恶人，啊！所以修心修到后来，怎么样能够成道，怎么样能够得道，实际上就是看你的心。所以很多人连基本的做人的道德都没有，品质都不好，你已经在人间的地狱过道当中了。 你们讲一讲啊，啊，人是不是这样？你骂他，他骂你；你恨他，他恨你。你恨他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痛苦？对，那么在地府；那么他骂你的时候，你生气，你是不是又在地府了？那你已经地府进，地府出，那么地府把你一判。 你就到地狱去了呀！所以一个人一念佛，一念魔，就是这么来的啊。所以不要天天拿着念佛经的书，说着拜佛的话，但是犯下了很多口业，让自己的佛心佛德有漏啊。所以。 真正的舍，要把自我都要舍去。没有自我，有什么自我的，我有什么？啊，所以要面子的人就叫执着。师父经常有意批评你们，当了很多人的面，我批评你们，就是要你们放下呀。你做错了，你不应该接受批评吗？你批评了之后，你脸红了，说明你没有放下。 你还有执着，功高我们，首先要认清自我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算一个好人，还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，还是属于一个坏人？你自己要对自己有所掂量，啊！所以你在心中不要去跟人家计较，一点点小事斤斤计较。 实际上，任何的斤斤计较都会造成因果。只有理解他人，才能善解因果；只有帮别人承担，你才能离开恶念、恶语、诽谤和逆境。所以，你去想想看，帮助别人，你是不是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你就不会有逆境了吗？ 你去全心全意的去帮助别人，谁来诽谤你？你今天离开了恶念、恶意，那么你承受的那是善因果呀。而这些善因果跟它相应的，就是别人来爱你，别人来帮助你，别人来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。 所以，有的时候在人间看人，不要这个人做的对，这个人做的错，看问题有时候不要在自己心中先有一个是和非。这个人讲出来的话肯定错，这个人我告诉你，没有一句话是对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没一句话是对的？这个人很讨厌，你觉得他二十四小时都讨厌吗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。 所以，真正学佛的人，宽恕别人，不要用自己的邪知邪念啊，因为你对人家的看法不公正，所以你就会错看别人。你不能把握自己的心，来用正常的观点看别人，你最后就被别人看不起，因为你看错别人，人家当然会说你这个人很。 没有礼貌，很没有文化。你这个人有嗔恨心，有嫉妒心，所以你的自私心和欲望心才会产生。听懂吗？啊，所以你去非常有芥蒂的去伤害别人，啊，那你慢慢的一定会离开清净心，啊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人。 穿得很整洁，但是他的心不清净啊,啊。所以，皈依正道是什么？实际上，把握好自己的起心动念。凡是正的事情就去做，凡是不正的东西，你心念动了就叫犯戒啊。你要时刻在自己的心当中要守戒。 因为你心中守戒了，你才不会啊去不认识自己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到超市去买东西，你很守戒，你从来没想过我要拿一样东西不付钱。师傅跟你们打个比方，好吗？你如果今天买东西了，你有一样东西，你今天只要心里想着你不想付这个钱。 你看看，你接下来人多难受，手发抖，出冷汗，左右看，然后走到门口，啊，这种自动的，啊，那种机器，你会很害怕的，你会害怕别人看到你的劣行，这就是为什么，这是你的心在动了，你今天心不动，你会害怕吗？ 所以，当一个人破戒了之后，他才破掉了自己的人格。守戒的人，他就拥有自己啊应该的善良。所以，一个贪心的人一定会有欲望，有欲望的人时间长了，他一定会贪心，内心痛苦就是因为贪心。 和欲望，所以整天的懂得舍，帮助别人，你就慢慢的会放下，会看破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自我思维当中的肮脏的东西，那么让这个世界呢，啊，和你自己的世界造成了太多的烦恼和欲望。 所以，有的时候一个欲望来了，做错事情，我们可以忏悔和愧疚来悔过啊。但有时候它是一个责任了。有的时候你愧对了别人，不是你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就能化解掉的。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。 你心中会留有永远的痛啊！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啊，啊，要发心发愿，对众生好啊。做人本来就具有的高贵的品质一定要有。那人的道德在哪里呀、啊？做人之德呀，尊老爱幼就是一个道德呀。 先人后己就是一个道德呀，不打妄语，帮助别人就是一个道德。所以人家说你成就你拥有的啊，行佛之道，就是你有品德，你有道德呀。你想想看，有道德的人就不大会烦恼，就远离灾祸呀。你做出来的事情。 用现在话讲，都放得到台面上的，你怎么会有凶灾呢？你偷偷摸摸的做很多事情，放不在台面上，你终有一天被人家发现，你就倒霉了。所以就是这些问题。所以师父今天跟大家讲的，就是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些问题啊？那个。 跟大家呢，因为呢，啊、呃，能够在现在靠电话教育，啊，所以能够跟大家呢多多的啊，在这个网上啊、电视上啊多接触，啊，多接触，能够让大家呢能够懂得佛法的真谛。好，今天呢白话佛法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，师傅有机会。 就给大家做更多的开示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，如如不动。谢谢大家。